機，係準博士呢位嚇，係我哋社會民主連線嘅副主席，好唔好？好。全家新十年，全家新十年。我哋啲背水之戰啊，真係。李慧儀，我哋要话俾社会听，我哋唔系为民主而民主，我哋系为咗我哋嘅社民理念而民主。我哋要话俾社会听，我哋争取到民主之后，我哋想个社会系点？我哋想个社会系一个平等、公义、有爱嘅社会。好，咁我哋请阿陈伟业同大家打气。各位，嗱，头先阿郁敏话啦，我哋要撑孖田，所以大家落到区，继续将呢个信息传出去，就为呢个中国人民，为13亿中国人民争取佢哋嘅权利，系每一个中国人民嘅责任，系咪？系。所以我哋唔可以怕啲义和团，我哋要同佢斗过，系咪？系。我哋件衫红过佢哋啊，所以唔使惊。落到区你咪同佢哋练到尽，好唔好？奋斗到底，奋斗到底，绝不退缩，绝不退缩。我哋各位，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介绍啲候选人啊，大家俾啲阵势出嚟睇下。咁我哋先请九龙东嘅陶君衡介绍九龙东嘅候选人，因为九龙东咧系最多人去参选嘅。第一位，观塘区嘅。協抗姜新華，姜新華，姜新華必勝，姜新華必勝。第二位亦都是觀塘區翠屏南的陳寶瑩女士，寶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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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贏，一定贏。我們跟住下來呢，就請九龍西李慧儀介绍九龙西的候选人。九龙西一共有三位候选人，一位是我自己李慧儀。李慧儀，李慧儀的选举有7个人去选，我们怕不怕他？不怕。我们社会民主连线扎根在尖沙咀，所有尖沙咀的居民都是我们的街坊。我们另外仲有两位候选人，一位是长沙湾的苏子荣。苏子荣，苏子荣必胜，苏子荣必胜。你食翻摆低，见到啲人要喺执。系啊，OK， 仲有。仲有张锦雄、黄国南，听仔，听仔。青仔打瓜仇振飞，青仔好嘢，好嘢，为民除害，积聚贪污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到新界西。撑李慧儀，撑郁敏，撑李慧儀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好。要最紧要撑我隔篱呢个。你想唔想走？
Council election Kowloon West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held on 7 September 2008. 1号名单候选人庄永灿所得票数是1076票。Number of votes given to this number one, Chong Wing Chan Francis, is 1076. 2号名单候选人李慧琼、钟广武、陈伟明、郑永信所得票数为39013票。8号名单候选人黄毓民、李伟贤所得票数为今日我哋上嚟咧就叫晒上嚟就好簡單，即係要喺度咧就多謝所有支持我哋嘅 My Radio 嘅聽眾嚇，即係我哋今次社會民主連線咧，其實成績都唔錯嘅。我哋嘅得票率咧係11.几%。李慧儀喎嚇，咁啊嗱，不如俾李慧儀講一陣先啦，即係有咩感想啊？有咩感想？終於可以瞓覺咯。又而家我把聲咧就仲沙過阿玉敏啊，陰公。我今朝早開唔到聲啊。係啊。瞓醒嘅時候直情開唔到聲啊。成個campaign好要係好投入咁去打，即係因為喺九龍西咧，即係其實我哋係冇嗰種組織基礎喺度啊。咁其實就即係要大家即係會認識我哋社民連啦，認識到即係我哋團隊，即係我哋成日都會俾對家去批評噶嘛，即係話我哋喂你哋都即係冇地區工作嘅嚇，咁淨係即係擺下鬱敏出嚟就算㗎。咁其實即係我哋要 show 到俾大家睇，我哋係有一個遠景、有 vision、有理念啊。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嘢，我哋係個原則揸得好。就不是左搖右擺咯。我們的文宣呢就全部都是阿偉儀設計的，即是內容啦、另外我們有個幫我們做 artwork 的小朋友非常好的，即是我自己就很滿意的。那我就只是負責、你鬥了出來給我改一下文字這樣，那就文宣大部分的人都讚的、尤其是我們最後那份大份那份呢，幾乎所有那些即係啲記者係搶住要添啊！因為入面有三篇文都好睇噶嘛，一篇係倪震講我嘅，一篇就我個學生李碧心講我嘅，一篇就係阿游清源自己親自執筆，黃毓民最後勝利。佢寫呢篇文嘅時候，我係最鬥某個文調得4点嘅啫。